大家好，今天这盘棋是2000年日本第39期十端战当中一盘棋，对阵的双方是武宫征树和林海峰。这一盘棋，武宫征树直 K 先行，白棋林海峰。白棋退了以后，黑棋中央大飞，这一招棋已经啊成为历史。但是呢，武宫征树非常喜欢。下一步，白棋挂角。那么对待这个大飞，白棋最实惠的下法就是这个搬，也是、AI 一选。实战白棋挂角，黑棋一间高加。白棋先跳，黑棋单关收脚以后，白棋再点脚。那么林海峰这种下法非常的狠，他不单要活脚，而且将来在黑棋这个模样当中，他还有活棋。黑棋先挡住，白棋搬，黑棋反扳以后。白棋粘住，下一步黑棋没有选择粘在这儿，也是担心将来白棋活脚以后，在这个地方白棋有夹的手段，有了这个夹还要产生二路大跳，于是黑棋二路爬，白棋跳了一个，那么在这个地方黑棋暂时不敢冲，如果冲，白棋就挡，黑棋断，白棋打吃，黑棋反打，白棋贴掉黑棋，先手活脚，黑棋还要打吃这个白棋，白棋在脚上获得一个先手，再出动这两个子，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断点，黑棋对这三个白棋没有什么严厉的进攻手段，于是黑棋粘在这儿，把外士先走后。白棋没有马上在这一带补棋，林海峰从这个地方先查了一个，考验武宫征树。如果现在的对手是赵志勋，或者是小林光一。林海峰十有八九不敢这样下，白棋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在这一带补棋。正因为对面是武宫征树，白棋查了一个，看武宫征树是挡还是冲。那么在这个变化当中，黑棋这个冲是胜率最高的下法，白棋在这个地方要断掉黑棋，黑棋需要爬，白棋就长，黑棋再爬，白棋再长。当黑棋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黑棋宽出了气，白棋就需要挡住黑棋。黑棋先打吃，白棋一虎，黑棋还需要往上搬。这个时候白棋往外长，黑棋扳住，白棋一拐，黑棋打吃，白棋踢掉，下一步黑棋需要虎住这个断点，然后呢白棋往外拐或者扳都可以，形成这个结果，黑棋啊胜率比实战要高一点，但是呢武宫征树来讲，他觉得让白棋活脚不要紧，关键是黑棋对中央的白棋没有办法展开进攻，也就是将来无法在中央形成大模样。实战，武宫征树没有选择胜率最高的往下冲，从这个地方挡了下去。白棋还要往下拐，黑棋
粘住断点，白棋呢再脚上补棋。那么这一招棋白棋小尖可能会更好一点。那么白棋二路一立以后，黑棋开始进攻这一带的白棋。白棋不动声色，简单的一双。下一步看上去黑棋这个跳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攻点。通过进攻这一带的白棋入伏争正面。但是呢武功中枢不喜欢。因为白棋在这个地方可以往外贴。这两个黑棋的气比较紧，黑棋大致要拆回去。白棋跳。那么这个时候左边的黑棋的棋形还不够厚。关键是白棋将来在这个地方可以跨断黑棋。一旦这一带的黑棋遭到进攻的话，将影响到黑棋中央与逗留的发展。于是黑棋没有选择这个跳，从这个地方加了一个。白棋贴出去，武功中枢居然是选择了一路度过，非常忍。那么下一步白棋跳出去，黑棋先粘住这个断点，白棋一跳，黑棋再从这个地方来进攻白棋。白棋需要往上出头，大飞了一个，武功中枢也走了个大飞，非常有气势。这里的白棋眼看就要被封锁，白棋小尖出头，黑棋一点，破坏白棋这一带眼位的同时，要分断这个白棋。白棋长了一个，黑棋扳住。下招棋，林海峰为了安全起见，从这个地方挡了一个。这招棋非常厚实，保证了白棋在这一带的出头。但是呢，这一招棋还不够积极。这是白棋应该断掉黑棋。黑棋需要往上长，然后呢，白棋再一拐。这个黑棋不能死，黑棋贴出去。这是白棋可以考虑在这一带跨断黑棋。要反击这里的黑棋，达到一个整形的目的。那么在这一带的战斗当中，黑棋始终要顾及左边这些黑棋，这是白棋最积极的下法。实战白棋挡了下去，黑棋一立，收获了左边这个实地。下一步黑棋还有一个飞攻的好点，于是呢白棋跳出去。那么至此武功中枢在这一带的战斗暂时脱险，先抢了右边一个大场。白棋逼住，黑棋从上方飞了一个，一是要扩张这一带的模样，第二还是要远远的瞄着这些白棋。白棋先拆一，黑棋单关手脚，白棋往中央一飞，黑棋镇住。下一步黑棋这个大飞就是绝好点，中央这个模样非常的完整。白棋拆二，那么下一步黑棋尖顶，这也是常见的定型方式。下步白棋一点，黑棋二路一立，白棋脱脚，在这一带和黑棋展开腾挪。武功中枢一定是外扳，白棋也不肯往脚上长，被黑棋封锁进去。白棋二路扳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再爬，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挡脚。下一步白棋飞起来，
要在这一带活棋，黑棋先压了一个，白棋一顶，黑棋一冲，白棋退。那么下一步，武功正术没有从这个地方展开这种搜根的进攻，被白棋在这一带跳出去的话，如果杀不掉这一带的白棋，那么中央这个大模样将会一无所获。于是武功正术转身脱角，要在这个角上寻找战斗的头绪，争取根据这一带的战斗头绪影响到这一带的白棋。白棋搬了一个，黑棋扭断，白棋为了能够守住这个角，打吃黑棋，黑棋一立，白棋挡角，黑棋长了一个，下一步要加下去封锁白棋，白棋跳，黑棋压住，白棋退，黑棋再压。那么下一步，林海峰在这一带的下法出现了问题，因为他担心黑棋从这个地方压过来，影响上方的白棋。于是实战，白棋从这里搬住这个黑棋，先把上方的白棋先走后。但是呢，这一招棋是一步问题手，这是白棋应该是粘在这，先把这个角走干净。即使将来黑棋立的时候，白棋也不怕，因为白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断，黑棋需要往外长，白棋搬出去，黑棋拐的时候，白棋就粘住。因为这一带的白棋可以联络，如果黑棋通过这个搬切断联络的话，白棋从这个地方封锁这颗黑棋，这一带的眼位白棋还是丰富，黑棋也吃不住中央的白棋。实战白棋搬了一个，黑棋先从这个地方搬了下去。那么下一招棋，白棋再来补角，白棋从这个地方一长。那么这一招棋也是林海峰的问题手。那么白棋长在这儿，也是将来寻求这一带分段下方的黑棋。但是呢，林海峰忽略了黑棋在角上的手段。这是白棋应该是粘在这儿，角上啊比较干净。那么白棋长了以后，黑棋往角上一拐，白棋退，在这个地方将来要形成一个打劫，一会儿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打劫的产生。武功正术没有马上开劫，他看到劫材不够，于是黑棋先搁置这一带的变化，转身进攻上方的白棋，要通过进攻上方的白棋寻找劫材。白棋往外靠，黑棋搬住，白棋一虎，黑棋退，白棋再冲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小将。这一带的白棋虽然能够活棋，但是呢，下一步黑棋在这一带破眼的每一招棋都是劫材。于是呢，黑棋在下方加了一个，白棋粘住，黑棋一路度过，白棋打吃的时候，黑棋一路反打，双方在下边形成一个打劫。白棋踢掉，黑棋搬了一个，从这个地方寻找劫材。但是呢，这一招棋还不够细致，被白棋一挡，黑棋有点损目，这时候黑棋应该是挤在这儿，在这个地方呢还会保留很多的劫材。黑棋一路搬，白棋打吃，黑棋提劫，
下一步白棋从这里冲了一个。那么对待这个冲，黑棋完全可以把这个劫给消掉。即使白棋在冲的时候，黑棋往下一拐，这一带的黑棋吃掉白棋非常厚，这个地方可以联络。如果白棋阻断联络的话，黑棋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二路跳，那么至此黑棋的形势不错。实战武功中枢直接挡住，也是依托在这个地方还有劫材。白棋提劫，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，在这个地方白棋不能提掉这个黑棋，这个地方还有断。白棋粘住以后，黑棋提劫，白棋破了一个，黑棋提掉，白棋提劫。下一步黑棋再冲，那么这一招棋找劫材找的还是不够细致，这种黑棋应该是断。白棋打吃以后，将来黑棋打还是一个劫材。实战黑棋冲，白棋粘住，黑棋提劫。那么下一步呢，林海峰通过这种二路扳来找劫材。那么这一招棋是一步问题手。这是白棋最好的劫材是这个团。黑棋挡住，白棋提劫。下一步黑棋在棋盘上就找不到相应的劫材。在这个地方黑棋这个扳已经啊不是劫材。因为白棋尝这个，黑棋挡住，白棋顶，黑棋挡住以后，白棋一挤，这里的白棋实际上是活棋。那么纵观全盘，黑棋唯一可以找的劫材是这个冲，但是呢，白棋可以完全不应，提掉这个子。黑棋还要挡下去，白棋呢跳出来，这一带的黑棋还不活。黑棋还要大跳出去，那么下一步呢，白棋可以断，甚至白棋都可以抢占上方大场，这是白棋非常有利的一种下法。那么实战林海峰通过这个二路扳来寻找劫材，那么武功中枢没有跟着应，把这个劫给消掉，白棋往上扳了一个，下一步黑棋粘住这个子，因为黑棋在下方消掉这个劫以后非常厚实，黑棋粘住这个子又对中央的白棋展开了新一轮的进攻。白棋先小尖，黑棋把这个子贴出去，白棋跳了一个，黑棋先小尖，白棋一虎，黑棋从这个地方封锁白棋，白棋飞了一个，要在这一带寻求联络，黑棋一冲，白棋扳的时候，黑棋先刺，白棋粘住，那么下一步武功中枢又从这个地方分断了白棋，白棋打吃，黑棋长，白棋从上方打吃，将来在这个地方可以做眼。黑棋粘住，白棋往下一飞，黑棋还要靠上去，要通过弃子切断中央的白棋和脚上白棋的联络。白棋冲，黑棋就冲，白棋需要捕住这个断点。黑棋往下冲，白棋打吃，黑棋反打，白棋提掉，黑棋先从这里一拐，白棋挡住，下一步黑棋从这个地方大吃白棋，这个白棋不敢长，局部白棋没有两只眼，白棋跳，保证这一带的活棋。下一步黑棋先压了一个，
白棋退，黑棋抢占了双方最后一个大场，那么黑棋的优势进一步扩大，但是呢，局面还远远的没有结束。那么下一步，林海峰也意识到局面对自己不利，于是呢，就强行的从这个地方搬了出来。那么搬的目的，考虑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断，如果白棋直接断的话，暂时不成立，因为黑棋有一个挖，白棋可以先退。下一步，黑棋拐吃这个子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往下冲，白棋只能立，黑棋再冲，白棋从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度过，这个地方保留一个断。所以说，实战林海峰为了让这个段能够变成先手，白棋顽强的从这个地方搬了出来，黑棋断，白棋反打，要在这个地方和黑棋开劫，让黑棋腾不出手来补这个断点。黑棋先提劫，白棋断，黑棋打吃，白棋提劫，黑棋冲了一个，白棋挡住，黑棋提劫，白棋二路一立，黑棋挡住，白棋提劫。因为白棋在脚上还有劫，那么武功争数，粘住这个子，白棋通过这个打劫，将来在这一带留下一些断点。那么下一步，白棋也没有直接在这一带动手，时机还不成熟。于是呢，白棋先二路拖了一个，要压缩黑棋这一带的实地。那么对待白棋这个二路拖，武功争数走得非常俗，但是非常实用。黑棋先跳了一个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就顶，白棋挡住，黑棋一扳，在这个地方黑棋就封锁了白棋。白棋先挖，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。下一步黑棋三路一爬，白棋二路一爬。白棋二路爬也是非常大的一招棋，将来在这个地方白棋可以搬起来。那么白棋二路爬了以后，那武功争数这个时候虎住这个断点，也是收兵的下法。那么黑棋虎在这影响到白棋这一带的眼位，白棋粘住，黑棋从这个地方就围住了中央这个模样。下一步白棋搬起来，黑棋只能退，白棋又拐了一个，黑棋搬住，白棋往下冲。那么对待这个冲，武功争数出现了一个天大笑话级别的一个失误。那么白棋冲，武功争数随手就断了上去。这一招棋几乎断送了武功争数这一盘好棋。这种黑棋最稳的下法是贴起来，白棋没有什么手段。实战，黑棋断掉白棋，白棋先冲了一个，黑棋往上一长，然后呢，白棋打吃这个子，黑棋往外长的时候，白棋再打吃，黑棋再长，白棋夹住了四个黑棋。至此，林海峰利用武功争数在这一带地级的失误，扭转了局面。下一步，黑棋先断掉这个白棋，白棋断了一个，黑棋粘住，白棋一双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先冲了一个，黑棋一虎。那么至此，
白棋就保持了微弱的优势。那么下一步，白棋在角上定型，加了一个黑棋打吃，白棋反打，黑棋提掉。然后呢，白棋虎了一个，把这两个子救出去，看上去目数不小，但是呢，这一招棋从现在来看，官子还是比较小。那么这时候白棋应该是拐到角上去，这一招棋是全盘最大一个官子。之所以林海峰虎在这儿，忽略了武功中术在这个角上的官子妙手，黑棋不是挡，直接点了一个，白棋只有粘住，黑棋再一挡，有了这个点，黑棋这个挡就变成了先手，白棋不能脱先，因为将来黑棋有一个一路小尖，白棋在这个地方挡不住，黑棋断掉白棋。所以说，白棋还要后手补棋。可见，这个官子比这个小尖要大得多。那么下一步，黑棋又抢占了这个官子。那么至此，双方的局面啊，非常的细微。下一步，白棋又拐了一个，要破坏黑棋下方这一带的实地，同时呢，伺机出动这个子。但是呢，这一招棋是林海峰本局的败招。之所以林海峰先拐，是因为白棋在这个地方不敢出动这个子，因为黑棋往上一搬，白棋粘住，黑棋二路一爬，这两个白棋是死棋。于是白棋选择了这个拐，黑棋把这个子给踢掉，完整的围住下方实地。那么至此，白棋就没有取胜的希望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林海峰忽略了一个官子妙手，就是白棋这个一路点。这招棋不太容易发现。如果黑棋压住的话，白棋退，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还需要补棋。那么对待白棋的一路点，黑棋如果提掉的话，白棋直接爬回去。有了这个一路点，黑棋不管在这个地方怎么下，白棋都能够破掉黑棋这一带的目数。如果白棋走出这个一路点，白棋胜势在望。实战白棋拐了一个，被黑棋提掉这个白棋，至此白棋就没有了取胜的希望。双方还进行了一些小官子，但是已经与胜负无关。最终呢，武功中术以一目半的优势战胜了林海峰。